艺人歌，谢谢家人们。这个运动鞋谁给我？아그래아运动鞋샀어运动鞋샀어응좋아高등목이피트래主播26岁，田哥你有眼光。田哥你眼光好。他们归我一百十块。谢谢谢谢家人们，谢谢关注我。嗯，你不加个他给我呗。大妈，你舞蹈跳得好，谢谢谢谢。不穿鞋跳舞不好看吧？主播18岁，哦哟，你们太会说话了。等我真正有那个30岁的时候，你们说这种话的话，不错，真的。我穿鞋啊。哇。哎呀。我这次是你看不上的。只能穿高跟鞋了。这那就没他这条了。我也擦鞋那个毛呢。저욕을찍고있어요신약하면한놈을만져서뭐아그대신뭐오빠씨찾지마藏语我的话在此时呢反正大家都是对吧啊那个毛都是会说话的人大家都说是18岁就是更好的反正我高兴就行了嘛对不对吧主播确实漂亮，谢谢谢谢。嗯，好，跳舞了啊！跳舞了啊！跳舞了。这个耳环有点大哈、哦。可不可以这个位置可以吗？可爱的小主播，你好，大哥。可以，好。
哎呀，太累了，真的。然后一个掌声的人都没有。媳妇儿不要跳舞了，妈妈拽起来，那个先蹭头摆起来吧，来吧，先蹭头。大家一起活动嘛，对不对？跳的好与不好，咱们不管，大家一起穿紧身衣。啊，就喜欢穿这个呀，真的。太白了是吧？你的腰是不是很粗的耶？真的，有点粗了吧，应该。跳过了，跳过了啊，海洋哥跳过了。跳过了啊，咱们家清风哥，你们说说话呀，我跳什么舞嘛？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都说说话呀，你们可以公屏上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们跳，你们说嘛，我给你们跳什么舞蹈啊？直播间这么多人，真的真会看。紧身衣，紧身衣不穿啊。谢谢大哥，感谢。感谢那个赵哥的灯牌，干下，感谢临时哥送出的人气票，谢谢大哥。藏族舞，人美跳什么舞都好看。主播身高是170，唉，你们不说话的话，那我就休息一下哦。请继续点赞关注，对，可以标准。宝贝，怎么了？没事。不跳了，坐下来聊聊聊你的终身大事。手表在哪里找到的？水表是在洗手间找到的。对，那天洗澡的时候放在那里忘了。忘记了啊！欢迎黑水浪子哥，天真活泼小可爱，谢谢谢谢谢谢家人们夸奖啊！汉族吗？藏族的小姐姐，也没有关系，也可以说是汉族的。不管什么族都是一家人嘛，对吧？喜欢美女是要有实力的，实力有当然好，但是精神上的支持也是很需要的。所以说直播间陪伴我的人都是很重要的人，真的，100多个人。对吧？来，大家一起点赞，继续点一下，看一下，点到多少？点到13万，好不好？谢谢临时哥哥送出的最好看，谢谢大哥。大家一起点到13万，然后我们继续来一个，好不好？